缺少了一半，怎么笑怎么幸福都不算。你这几个晚上都在画这个圆，你不腻吗？把它画个几千次，它就会发光，会有生命。就好像你反复想顾源，想个几千次，就变成了爱慕一样。不这样。画圆的时候，手肘要动，画笔要转，每次转动时都要思考。就好像你细细去思考顾源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。以前呢，我也没想过顾源会忤逆你。我想你也没见过这样的顾源。你在想什么？你该不会以为我会觉得很新鲜、很刺激，觉得顾源魅力十足、才华横溢吧？然后很欣赏、很着迷，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重新爱上他。幻觉，你老是这样。如果不弄点麻烦给你解决，或者是亮点光芒让你注意，你就会忽略人家。顾源总是让你赢，现在他不让你了，才看到他有多出色。那好啊，他离我远一点，就不会委屈他了。他有多委屈，就有多爱你。现在连顾源跟你耍幼稚、闹脾气，都是因为他还在乎你。而且你也在乎他，看来你病得不轻啊。顾源学长，请跟我交往吧。学长，你不是让学长喜欢有内涵的吗？学长以前的女朋友顾里学姐就是很有内涵的。你太不了解学长了吧？你没看我的美可是跟顾里学姐的美是同样的，是不是啊，学长？你们没有一丁点像顾里，走开！学长，顾源学长，你喜欢我？哎，你们不要走了好不好？学长，走开！学长，走开！学长，换你们了。你，我来呢是来送喜帖的，人不到没关系，但是礼金一定要到。犯不着这么恨我吧，莉莉这么霸道固执难相处，我赦免天下男性免遭她的毒手，应该清楚她有多么的折磨人。你不感动、不同情、不流泪吗？我认为我都快发光了。
伟大的发光了，诺贝尔和平奖都应该颁发给我。别逼我揍你！你真可爱。哎，别打我，我是靠脸吃饭的。干嘛这么激动嘛？李李知道肯定会很心疼的。好好好，我让你打，让你那细嫩的拳头来亲吻我扎实的腹肌。真不懂你们这对故事前恋人，明明可以抱在一起滚来滚去生一队足球队的，干嘛搞得那么难堪呢？只要你死皮赖脸的往他身上走，他是不会推开你的。你不了解顾里，他的脾气比你认为的还要硬。你才不了解顾里，你才刚刚认识他，我跟他相处了3年半，比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人了解他多。哇，你们都认识3年半了，我跟他才认识20多年。我是顾里的表弟，我小学连跳2级，虽然比他小2岁，但是还是跟莉莉一起高中毕业，之后我就出国了，现在才回来。你不信啊？要不你去问南湘，或者是凌霄，还有那个宛如，他们中学时候就在一起，应该会告诉你真相。其实我还蛮欣赏你的，居然能整到莉莉，这比让我变丑还要难。哎，你是我的偶像。有没有时间跟我喝杯咖啡啊？哎呀，公主菜，今天要拍谁啊？要你亲自跑一趟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蔡董，你叫我公明就好。要取得你们的信任，是需要跑这一趟。啊，请拍谁啊？我下面那些人哦，不懂事啊。你那么看重的案子哦，这边鼓鼓摸摸，那么多小问题。没关系，我趁着机会来台湾走一走也好。哎，洪总裁，来来来，这台湾啤酒就赞了。我们不是要签约吗？哎，我们台湾哦靠海啊，我今天准备了非常多海鲜呐、啊。这鼠斑呐、啊、本来有老鼠斑，但是没有了，我叫需要跟你解释这一次的企划案吗？哎呀，哎，那我跟你讲哦，其实哦合约我都看过了啦，没有问题啦。其实我也很欣赏哦 ，M1 的眼界跟格局，吼，真正是就野心就赞的一些企划案呢。我们也对这次发布的书很有信心。哎，忘了跟你介绍我们公司的同事啊。哦，这是编辑部的小田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这是我的秘书，哎，阿咪。这是企划部的两位哈，这是小 B， 这是阿高。哎哎，这是我们宣传部的哎 ，Lucas。啊，这是我的特助吴来仪。如果这几天要玩了，叫我的特助陪你去玩，好不好？我们签约吧。台湾发行的细节就麻烦你。这么快就要签约哦，还不吃饭？好了，哎，不然合约拿出来。哎，笔呢？来来来来。嘿，启东哦，人家拍谁呢？你这次来呢，都没有好好招待你。哎，不然这样，多留点时间怎么样？晚上我给你安排一些 special， something special。我晚上还有事，就不打扰各位用餐了。啊，合约就麻烦你帮我寄回去。哎，你家、哦？不用送。哎，这个鼠斑现在掉了呢。哎，好假呢，鼠斑呢？您好，好。不好意思，我找凌霄。谢
要出去玩吗？嗯，好。找你的。我？顾明。喂，总裁。我现在在台湾。你在台湾？我是来签约的。哦，来签约哦，吓死我了！我以为你追着我跑，要把我抓回上海。我想见你。今天晚上7:30，一起吃饭。等地点确定了，我再发简讯通知你。他要找我吃饭。那你拒绝他呀。可他已经挂了。我替你拒绝。但是你该不会是想跟他吃饭吧？不是啊，我只是想他这么突然急着找我，是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啊？你为什么总是不能拒绝他的要求呢？也不是啊，毕竟我在公司最忙的时候请假出来玩，心里……哎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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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不然你陪我一起见？我去。就会听你说话，你说错话就会害你丢了工作。你说我该去吗？你说的也对。你自己去挨骂吧，我买了冰淇淋在饭店等你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你的休假。但我想知道，你打算休假到什么时候？有可能提早回来上班吗？怎么了吗？你有没有看过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，行尸走肉？现在的崇光，只要看到个土坑就会跳进去，直接把自己埋了。那你为什么不多陪陪他？陪他有用的话，我会来找你吗？可是，你不是他最重要的人吗？打起精神嘛，说说拜托你，行吗？啊？把他放手回来。你愿不愿意提早回去？为什么又答应他？毕竟崇光是我第一个负责编辑的作家嘛。虽然跟他磨合的过程中有很多挫折，但好不容易彼此熟悉了，我还是希望可以把事情做好啊。这次可以和你一起出来休假充电，我觉得我已经可以重新好整理自己的心情，面对最后的工作。你就是太心软，人家一求你，你觉得自己能帮上忙，所以就帮了。如果哪一天超人无力拯救世界，你大概也会穿上红内裤去帮忙了。下个月就要发布会了嘛，他一定要赶快动笔，在25号以前交稿才可以吗？我只是很奇怪，他们为什么这么依赖你？
就是习惯嘛，就像我习惯陪在我身边，习惯愿意洗养的我，就像我也一样习惯你一样。有事。房卡、啊，你干嘛？你在晒鱼干啊？真是的！公明还是把人找回来了。你可以再把家里搞得更乱一点啊！你想要累死我？唐薇度假了。嗯，我一下飞机回家放行李，马上就赶过来了。你干嘛换房卡啊？我不想让人查我。这样啊，那我先走。张文，什么？新房卡。我可是最吵的人哦。这么等人啊？不能有隐私权吗？隐私权是给那种自立自强、认真负责、有能力自己照顾自己的有效青年的。很明显的，你在这个范围内。啊，你可多管闲事啊！你觉得我可能不管你，放你在这里发霉吗？盯紧。很辛苦吧？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一有时间就来这边等你几个小时而已。有时间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每天在这里待五六个小时吧。我也始终背负着我姐姐自杀的压力和阴影，有时候真恨我姐姐是双胞胎。其实我不能接受你的感情，并不是因为你姐姐，而是因为我爱的人是林萧。更值得的人一直在等着你，早点休息吧，学校见。
现在在干嘛？谢礼啊，感谢你把大嫂找回来。把这东西拿走。你又喝酒啊？这东西对你很重要。你不知道凌霄很喜欢雨吗？两个人既然要长期在一起，就应该适应对方的喜好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那这些胡写的你还要不要？刚打电话给 Kitty， 她说你在公司，所以我顺道过来。不错，转行了，转行做公司的保安了吧？凌霄一回来，你就马上交稿了。看来还是凌霄的魅力大一点。你太残忍了，你把一个一无所知、单纯善良的女孩推到了我的身边，你把一个充满希望的凌霄推给了生活在绝望里的我，这是为了你好。我会去做，我不要你管。你赚你的钱，我过我的日子。我不要什么新书发布会，我不要你管。好好把握机会，努力学习，不会。我觉得我太幸运了，能够受到导演与制作人的青睐。这都谁给你写的词啊？南湘开始喽。啊，好的，加油。谢谢。快去吧。请问一下，对下一步合作你有什么想法？我觉得我太幸运了，能够受到导演、制作人的青睐。我会好好把握机会，努力学习，不会让大家失望。我在南湘的记者会上。南湘还好吗？她好像看起来很不自在。我好像一直让南湘，让她做难以接受的选择。这不就是活在这个时代的悲哀吗？是啊，想要赚钱还是要牺牲一下的。没有哪个工作是不吃苦的。南湘你好，可以谈谈这部新戏的看法吗？对这部好莱坞有什么信心？谈谈你对这个角色的一些。不好意思，今天的记者会结束了，不好意思，谢谢啊。哎呀，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可以再问一下吗？对不起，下一次，对不起啊。还好吗？没事，只是有点累了而已。走开！认错人了，走开！不好意思，以后如果要粉丝啊，如果可以乱挡啊。
好来晚了。没关系。路上有点塞车。等很久了吗？还好。喂，你在哪？我在家。那我现在去找你，好不好？我刚洗完澡。有点累，所以想早点休息。我们进去吧。没有你的陪伴，未来再美都不同平凡。没有你说晚安的每一天，要怎么心安？你躲在我梦里，从未离开，戒不掉的我，寂寞一个人习惯。请让我回头。其实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所以呢，也是我姐姐的生日。谢谢你，这一句祝福我替我姐收下了。干杯。干杯。谢谢你陪我过生日，我爸妈都在国外，要不然我就一个人。需要的空间是伸手就可以抱住的，其他的我不要。哎呦喂，你怎么这么慢呢？你这儿，你呢？哎，
巧了，我先干一杯啊。哎，哎，你喝那么猛，你有没有想喝酒的感受啊？出来玩不就是要开心一点吗？香，恭喜你，马上就要成为大明星了，恭喜你！哎，先别喝，小声一点。你刚去那么久，买到你要的东西了吗？有看到，可是不是我想要的。宛如，恭喜你，马上就要成为甜心想象的大明星了，干杯！小声点，唐宛如，我今天到底有这么大声吗？香，恭喜你，终于脱离西城，开始你新的生活。谢谢。对啊，男人就是偷看我们生活中的烂东西。香，你一定会越来越好的，干杯！香，你一定会越来越好的，干杯！干杯，这个米虫，那样。哎，小心！去哪儿了？慢点啊！喂。嗨，丽丽。在哪儿啊？我在我爱人家呢。你爱人家？好吧，祝你早生贵子。哎，唐宛如，你用不着看起来这么惋惜吧？我对他又没有意思，我就是觉得吧，他去他爱人家住，就好像我的眼睛里少了冰激凌吃似的，是少了让人吐的东西吧？谢谢。顾里怎么说？他让我们。早生贵子，他是拿刻薄别人当做活力的来源。哎，你确定我们不跟顾里解释一下吗？没这个必要，他自己会知道的。哎，别这样嘛，伸头一刀缩头一刀，豁出去了。 smile 不如我们公开吧，省得以后也麻烦。快点来了，来，这是我女朋友，啊，我男朋友。哎，我听到了一堆女孩心碎的声音。这边有你最爱吃的小番茄。你怎么知道我爱吃番茄？因为我爱吃，所以你就爱吃啊。哎。来，亲爱的，这里面还有你喜欢吃的香肠，来呀，我弄给你吃啊。那人家更想吃披萨。哦，在这里，亲爱的，要不要先来一口啊？来，还是热的。好吃吗？你也吃一口。来吧，我盘子里还什么都没有呢。差不多，走了走了，甜的吃太多会胖的。莉莉，要不要一起吃饭？不了。所以你最近就住在顾源家？对啊。哎呀，大家一起吃饭吧。Neil，别找人来破坏了我们的食欲。你够了没？
有必要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吗？哪样？就算你看不惯，也没有你说话的份。亲爱的，我们继续用餐。所以你说爱的人是他哦？你不是喜欢女生吗？我经历那么多女孩，总是不高兴，所以我才寻寻觅觅。现在我终于明白，以前总是无法满足我的原因。哎，要不我们跟他们一起吃？快点啦！莉莉，哎，你们一个是顾里的表弟，一个是顾里的前男友，哎，你们这样，你们把顾里放哪儿了？莉莉当然是崇高至上了，但是她不能放在我和我亲爱的中间。你们这样也太故意了吧，走开。以前你还说过顾里是你未婚妻呢，我看你们现在一定又是骗人的。我们这次是真的。假的。的确是真的。假的假的。是真的。假的假的。是真的。假的。我被你弄烦了，那我就真给你看。哎，你，哎，你们。是真的，看见了吧，莉莉，我真的很抱歉，我把你亲爱的给不祝福我们吗？你不是祝福我们早生贵子吗？你们这样是生不出来小的的。你们在发什么神经？吃醋了吧？你不觉得你太过火了吗？是你心里的火在烧吧？我还真的要谢谢你，有了和你在一起的经验，才能让我更了解男人的好处。我们不是玩，这是真的，吃了。你们去领最佳男演员奖吧。哎，顾里，顾里，顾里，哎，帮我拍的帅一点。来吧，来吧。我没生气。明明就生气，每次都这样说不生气。我说了我没生气。哦，好好好，你没生顾元气，你再生内有气，行了吧？他们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生气，我气的是我居然气这种幼稚的把戏。哦，顾里，顾里，嘿，快看快看，南湘要成大明星了，快看，好大的照片啊！哇，珊珊你好棒啊！给我看一下。唐宛如，嗯，你有看清楚吗？太过分了，怎么能这样写呢？香香这么多年那么努力赚钱，就是为了养活他妈。对不起啊，是我鼓励你去拍戏。对不起，我只是怕我会打扰我妈。喂，
记者，你怎么会有我电话？我知道你想问什么，但我现在不想接受采访。找谁呀？我找南湘，我是记者。我们这儿没有南湘，只有李湘、东湘。你找不找啊？不放心阿姨吗？打通了吗？要不我们去看看？好像走不了哎，楼下全都是记者。打电话给阿问，他总应该出面解决这件事情吧。哎，那不南湘的经纪人吗？您现在方便接受采访吗？昨天晚上不是女同拍戏吗？请问她和妈妈一块吸毒吗？就说她是女同志，对不对？怎么用美色引诱导演录用的？你好，您回答一下好吧？你说一下吧。哎，那是不是？哎，你们不要去打扰南湘。哎，是的，你不要打扰她呀。哎，南湘，先等一等。那个是南湘吗？哎，对啊，他没那么壮。我有那么壮吗？他不是南湘。是啊。我这那么壮吗？一切都是因为爱。风沙扬起，碧落泪滴，抓紧憧憬和回忆，继续旅行。我看见的世界，永远有草原，有你最像是天使的画面。牵手，分享一切。